讲到这个抓鱼人，几啊摆来阻挡水鬼要去找新的退尸鬼，予水鬼非常的生气，非常的懊恼。但是水鬼知影，这个抓鱼人身体嘛是真善良，伊无可能会见死不救啊。所以虽然感觉无奈，也只好原谅这个抓鱼人。到后来，伊甚至放弃了要去找新的退尸鬼了。两个搁甲较早同款，过着非常快乐、非常平静的日子。一直到有一天，水鬼搁来找这个抓鱼人，但是这边敢若是有啥物重要代志要甲这个抓鱼人讲。因两个中间敢搁会起啥物变化？观众朋友啊，看落去，你就知。
Thank you.